训练苦练，生无可恋，移情别恋，恋爱一定要找我练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教练。我今天在干嘛？我今天在这边教大家打桌球，教谁打桌球？来，小江，你过来。哇，长得蛮帅的、哦。我有看你那个《飞龙在天》演得不错、啊，一演就是两三百集，很厉害哎。哦，没办。陈教练，我是那个江宏杰啊。我知道你是江宏杰啊，演《飞龙在天》那个江宏杰嘛，演得真的很棒。来，跟我做一次。亲像飞龙飞上天，飞上天。再高点，高点，讲来。飞上天，飞上天。小杰，我有看你在全明星运动会的表现还不错，但就只差那么一点点啊！你这个红队越带越好，整个气势都被你带起来，而且我觉得你们红队每个人实力都很坚强。不过我觉得有一个人是害群之马，是那颗老鼠屎，我觉得必须要淘汰一个。你认为你们红队要淘汰哪一个？我觉得谁都不能淘汰，太官腔了。我把你心里面的话讲出来，你就是想淘汰陈汉典，因为他很烂。你们很烂，烂透了，烂透了。因为他只拿过一个 MVP， 太逊了。如果把他淘汰之后换我进去，我告诉你，我每一集都能拿 MVP， 我是最厉害的，我什么都会。今天要恭喜你，恭喜什么？你的运气来，你非常 lucky， 我什么都会，而且我最厉害的就是桌球。来，今天我教你打桌球。首先，打桌球最重要的就是选球，看到没有？我们桌上有各式各样的球，要如何选择一颗好球呢？看到没有？一定要选择适合的大小、对的颜色。我们只要目测就知道了。再笨的人也会选择这颗。这颗看到没有？它大小适中，它颜色也对，保证甜，保证很甜。啊哟，你看看，还喷汁，你看，汁蛮多的。吃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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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。结实哦，而且我刚刚有洗澡 ，OK。不是，陈教练，一看你就知道你不专业。这一颗一看也知道比较甜。哎，试看试看。哎，水还蛮多的。蛮多的，蛮多的，试看。是不是嘛？有研究啊。不肉不肉。你都不会想笑吗？很厉害。好了，陈教练真好笑。接下来继续教你打桌球，走。好，接下来要教你发球。发球的英语怎么讲？那个 service。发球的日语怎么讲？sub。发球的台语怎么讲？挥球。错，是发球啊，是发球。但是有时候念太大力的时候会变英语，发球，发球，发球。现在我要教你发球。发球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眼神要有杀气。要凝视对手，是要把对方笑得屁滚尿流。看好、哦，我只示范一次哦，来哦，看好、哦。好。陈教练，陈教练，陈教练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我没有醉啊，怎么样？我想我学会了。好险，你学会了。OK， 我只示范这一次啊。好，来换你。好，凝视对方，对，眼神杀气，杀气出来。对，没错没错，杀气。把眼睛慢慢往上掉，往上掉，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。对，嘴巴开一点，往上掉。对对对，眼睛稍微迷蒙，迷蒙一点，迷蒙一点，再迷蒙，再迷蒙一点。对对对，再多一点多一点，眼睛，如果可以斗鸡眼的话是更好的。来来来来，哎来来来，陈教练你在这边干嘛？你在这边干嘛？你手有没有洗？没有洗手啊，不是你刚刚跳那颗很甜啊，吃橘子不行啊。来颗，我有洗啊 ，OK， 我会洗啊。那你有洗？可是，你真的蛮会选球的。我在发球，你在吃橘子是为什么？有什么技巧吗？没，这个纤维质很好啊，帮助消化。继续，加油。接下来教你挥拍练习啊，挥拍练习啊，这个球有没有进来之后，球带进来之后挥拍有没有？这个节奏挥拍，球进来了再挥拍，挥拍对，挥拍哦，可以吗？来换球，好，挥拍练习来，加油，来。爱拼才会赢。等一下，你那个节奏不对嘛？那节奏要对，你要跟着我的 tempo， 要听，耳朵打开要听，来，再挥拍练习来。
好，来，挥拍，你先挥，你先挥，我跟你，我跟你。啊。哎呀，家哎呀，哎呀，家哎。有没有学到？尴尬吗？不会啊，没有在尴尬。我跟你讲，发球有分内旋、外旋，但我今天教你一个最厉害的酷旋。弟弟，对，真的很期待，跟你期待。对，弟弟，丫头，丫头，对对，跟你期待。教练，这是孙生吧？我不是孙生，我是孙兴，可是打心软片。弟，第一球，第二球，第三球，对，高高的啊，那高高的，对，分手擂台，谁都跑不掉，对，高高的，弟，陈教练，哎，怎么样？这一趴尴不尴尬吗？尴尬。我的字典里没有尴尬，因为好，接下来我要教你杀球。好，来。啊？陈教练，这个好像用拨的会比较快。加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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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灰狼啊，你那个又靠搞，他垂头丧气啊！我你吃看吗？好，接下来要教你接球的步伐。我告诉你啊，一定要脚步先动，脚步要先动起来哦。球过来，你不要身体过来，错了，一定要脚步先移动。啊，比如说球过来，来，不行，你打过来，我接，来，打过来，我接哈，来啊，接球的步伐，对，有没有？来，脚步先动，对，好，脚步先动，对，脚步先动，有没有接到？来动，对，好，脚步要先动，动起来。陈教练，这一趴有点尴尬。来，换你发，来脚步先动，来换我发。陈教练，你是学你刚才那样的？对，脚步先动，动起来。对，很好 ，nice play。对，都接得到，很好。有没有看到？脚步先动，是不是球就接得到？所以陈教练的话要听。OK， 好，下面一个练习。来，给你一个机会发球。来，我们来实战练习。喂，打够了没啊？啊，热身热够了没？打那么久，来，这边没你的事啊。场地费要记得。好啊，站那边干嘛？拿球拍给我。怎么样？热身热够了没？好，不要受伤了。好，我们来实战练习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啊。不是嘛？你到底会不会拍影片啊？刚蕊的时候就不是这样蕊啊？对啊，你每次打那么用力很痛哎，都已经肿起来了，难怪你没有办法拍飞龙在天啊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夫人应该比你强。阿翔，大好き，頑張って。
发够乱吗？够吗？不够，太过分。爸爸很客气。啊！发球，发球，发球，发球啦！恁今麦来发球啊、哦！我们现在来发球，注意哦！发球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表情，你眼神要够有杀气，要让你的对手吓得屁滚尿流。看到没有？凝视对手，杀气。看到没有啊？学会了哦！好险你学会了哦 ！OK， 太好了，太感谢你学会了。来，现在换你做，来，好，来 ，OK， 换你做啊！来，咱们看一个啊！来，好，你马上下去。对既然你都已经看到这了，就顺便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任何一次首播了。